Hello，大家好，我们是国立台湾大学写作教学中心，我是中心的老师，我叫陈奕奇，也可以叫我 Freddie。今天这支影片由我来跟大家谈谈学术伦理中一个最基本定义层面的主题，叫做 The issue of plagiarism，也就是剽窃相关议题。当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我们会把自己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与发现记录下来。 并以 research paper 的形式发表出来，但过程中如果有无法有效的标示你所引用的文章出处，那么则会产生剽窃或其他有违学术伦理的结果。为了讲解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把内容划分成四个项目来做介绍。首先，我们会先探讨何谓 authorship，会向各位介绍它的定义，并说明与 authorship 有关的几个细节概念。 接着我们会探讨 plagiarism 的定义，何为 plagiarism，什么样的情况算是 plagiarism，而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它。接下来我们会针对 research ethics 进行解说，因为许多研究行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其他个体或团体，包含利益、隐私、人权，甚至是动物权。在这里我们会提醒几点研究伦理中的注意事项。在影片的最后。 我们会把重点再做个总整理，并提供大家更多有关 research integrity，也就是所谓的学术诚信的延伸参考资料。首先，我们先从第一个面向谈起。有些时候，做研究的人会独挑大梁，以一人的方式进行独立研究，一个人收集资料、投稿 paper，并以单人的名义发表文章。这其实相对工作量比较大，整体也比较困难。 所以也有很多时候，研究员们会以团队的方式来合作，共同研究一个主题。但一群研究员们要共同挂名时，不免会遇到几个疑问：哪些人的名字可以放在上面？还有，决定哪些人可以把名字放在上面之后呢？还有，他们该如何决定挂名的顺序？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参考 authorship 的概念。authorship 可以解释为作品出处、著作人身份。 或者是著作权。关于共同挂名与 authorship 的概念，这句话提供给大家参考：The list of authors establishes accountability as well as credits。就如同其字面所言，作者挂名处会显示这份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有哪些人。名字被列在其中，表示该研究人员在日后在必要时会有义务解释他所参与发表的言论。同样的。 该研究人员也需要负责著作中的资讯内容的真实性。所以说，这两个字 “accountability” 以及 “credit” 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有了发表的记录与功劳，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义务。那么，在著作署名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列名顺序，the order of the names。我们从画面上四个列点来一一进行解说。 Commonly, the first author is the person who plays the l e a d role in the research。一般而言，每份研究报告的挂名串里头都会有一位主要的领导研究员。换句话说，在这份研究中提供最多具体贡献的人会担任第一作者。Qualification to be listed first does not depend on rank。延续上一个观点，当一份研究是由两人以上的团队协力产出。 那在作者挂名的顺序方面，我们不能以研究参与成员间的学术资历或职等位阶作为决定准则。举例来说，研究生们偶尔会与自己领域的前辈，包含学长姐或指导教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作者的名分要分配给谁，不应该受到参与者之间相较地位高的影响，而是取决于该份研究的主要贡献人或研究领导人是谁来决定。 Multiple authors may then be listed approximately in order of decreasing contribution to the work. In general, all those listed as authors should have been involved enough to defend the paper or a substantial aspect thereof. 最后一点,不论挂名顺序为何, 能以作者身份挂名的人，必须在该研究中有足够的实体贡献。换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位挂名的人都必须有适当的参与度以及贡献，并可以替该论文厘清疑问或回应他人的研究问题。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几点与共同挂名议题有关的注意事项，我们现在也来介绍 authorship 的定义。 要在作品中挂名，必须先对该研究有带来实质的贡献。假如是在不合理的情况下列出多位作者，反而会对这份研究的真实性与作者本人不利。举一来说，在写完研究论文后，作者或许会考虑到人情等因素，而想要把其他人也列进共同著作的名单里。例如想到其他人曾经在别份研究中有主动把自己挂名列入清单。 而为了答谢，作者可能会在知情对方对本著作没有直接贡献的情况下，把其名字列入自己的共同著作名单里。但这其实会对研究著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原本是由一或两个人努力完成的著作，如果突然加进了其他人的名字，变成一份五人的著作，那客观来看，这份研究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工作分配量变得轻松许多，而且研究的困难度与门槛也会跟着下降。 如果是你自己完成了研究，你会希望因为加进另外四个人而让自己的功劳看起来变成只有原本的五分之一吗？当然，关于作者的挂名资格细节不止这些，我们来分享几个必须要警惕的现象。基于学术伦理，学者们也应该避免以下三种情况：第一，acceptance or ascription of an honorary authorship；第二， Acceptance or ascription of a gift authorship，还有第三，acceptance or ascription of a ghost authorship。广义来说，对于一份研究作品，如果一位参与者的贡献仅限于后勤和财务上的支援或行政管理上的推动，但没有在想法或执行面提供直接的具体贡献，那其实依然不足以构成挂名的资格。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种状况，honorary authorship。Honor Honorary authorship may be used to grant a gift out of respect, reciprocate a favor, or increase an article's value and likelihood of being published, with or without the added and esteemed author's permission. Many faculty and journal editors deem honorary authorship to be deceitful and unethical because it may overrepresent a given author's knowledge and skills. Honorary authorship 代表的是荣誉作者身份别，这常发生在作者对该领域中重要的人物示好的情况，比如说作者向前辈单方面致敬，或因为想要针对以前接收过的恩情表达谢意，进而把对方的名字列入作者栏位中，也有可能作者想要提高文章被期刊接受的可能性。 所以在该位知知名学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把他的名字列入自己的共同作者名单中。凡是有 honorary authorship 的现象产生，不论被挂名进来的作者是否知情或同意该挂名举动，因为荣誉挂名人对该研究并没有提供贡献，这种挂名显然是违背学术伦理的行为。Gift authorship。

并期望对方能替自己带来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例如物质、金钱，或是建立在彼此文章中挂名或引述的互利关系。如我们刚刚所说，因为挂名资格是建立在对研究有具体贡献的事实之上，所以这种具有目的性的利益交换操作是违背学术伦理的。 Ghost authorship is the failure to identify as an author someone who has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r writing of a manuscript. This includes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in which someone might be hired to create or improve a product, with an understanding that no author credit will be assigned. 第三种情况, ghost authorship 有林作者身份别, 幽灵作者指涉的是，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人自身贡献极少，而真正撰写出文章的作者另有其人，但无法挂名的情况。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面上的发表人聘用一位与研究无关的人来代替自己执行研究、计算数据、撰写文章或改写内容。在这种情况中，表面上的发表人对文章的完成度并没有足够贡献。 而被聘用的人也无法挂名成为真正的作者或参与者。这种无法被看见的隐形执笔人，就是所谓的幽灵作者。在这边呼吁，这是学术界违反伦理且不诚实的行为。为了降低学者在挂名上犯错的几率，有些期刊会针对团队的分工明细保持特定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的三种 method。Method one。

要求把分工明细纳入原稿作者栏位一起刊登出来。刚才我们讨论了几种挂名的不良操作示范，也讨论过期刊们的防范机制。现在我们针对发表人的姓名格式来做个介绍。每一家格式手册的要求都稍有不同，但比较广泛使用的格式为 Given name, middle name, surname。这样的格式尤其适合西方的姓名模式。 如画面上例子所示，假如作者的名字为 Jonathan B. Jones，我们可知 Jonathan 是作者的名字 （given name），B 代表的是中间名的起首字母，而 Jones 则是他的姓氏 （surname）。假如团队成员有姓名格式多元的现象，例如一个研究团队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有人使用东方名，有人使用西方名，那为了达到工整一致性。 建议各位可以参考期刊指定的通用姓名格式。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学术界，不论你去哪一本期刊投稿，都请记得个人的名字格式必须要保持一致。我们来看看画面上一个值得接近的错误示范。一位学者的名字就有三种不同的写法。第一个名字中有连字号来把他的 first name 做划分。 第二个例子中的 first name 则完全连贯，没有间隔或断开，而第三个例子则是把 first name 直接简化，只剩下起首字母 S。对于不熟悉该发表人的读者而言，这三个名字看起来根本就是三位不同发表人的名字。如果名字的记录方式不一致，那读者会更难追踪同一位作者名下的其他著作。毕竟，只要登记的姓名不同，就会被默认为不同的作者。 另外，在期刊论文中，作者的挂名通常不会包含个人学历或 Doctor 等头衔，但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传统，所以有时会有例外，我们无法一言以蔽之。例如，在医学领域的期刊中，在作者姓名后附上最高学历或头衔，其实是相对常见的操作模式。所以，建议同学们在发表研究中仔细检查你想要投稿的期刊。 有没有特定的格式要求哦？那因为姓名的记录方式相当多元，为了避免混淆，学术界现在普遍会使用一项重要的工具，就是 ORCID 或者是 ORCID。ORCID 代表的是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这个系统就好比是身份证字号或是护照编号，每一位学者都会有一组独一无二的代码。这组代码可以帮你记录个人的发表记录。 包含你在哪一年在哪一间期刊发表了什么样的 paper。通常要投稿时，作者会被期刊要求提供他个人的 ORCID 代码，来确定作者的身份与发表历史，避免因为撞名而被误认为其他学者的现象产生。对于 ORCID 系统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参考他们的网站哟。关于 authorship，还有一种重要的身份别，叫做 corresponding author。 中文称为通讯作者。通常他们会负责校交文章，担任期刊的主要联系窗口，校交修正后的原稿，并在文章被接受以后进行所有后续的联系，包含回复读者的来信。举例来说，如果你与其他人共同发表时担任了通讯作者，那么所有的后续联系都会由你来负责，因为在文章发表后，所有的往来都会导往同一个人。 所以在团队联名挂名时，通常通讯作者会是最好联络上，并最能及时给予回复的人来担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 plagiarism checkers。我们之所以讨论 plagiarism 这个议题，其实是因为它是个容易在写作过程中犯的错。画面上的三种都是剽窃个案中常见的情况。第一。 Revising a manuscript written by a senior lab member to a certain degree。把研究室中前人的手稿拿来当做自己的研究改写。第二，citing a study without reading the original paper，引用他人研究而无阅读其原始论文，与确认引用内容之正确性。第三，copying some paragraphs from your published papers。 从自己以前发表的文章直接截取内容来当成新的想法讨论，相信大家对剽窃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是要提醒医生，虽然剽窃常常是人为刻意，但无心犯下的剽窃也会导致文章被撤回的严重后果。所以，以上三种学者常常遇到的剽窃错误，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除了这三种以外，还有两种会导致剽窃嫌疑的失误。 请同学帮我聚焦在画面上有红色底线变色处理的文字。第一种情况，只做了局部的修改，并使用过多跟原文重复的单字。在这个页面上，作者把欲改写的文章复制贴上，并只针对其中几个句子插入罐头词汇或是转换某几个同义词，其余的资讯则原封不动的呈现出来。如大家所看到，画面上有很多红色的字。 这些红色的文字都是与原文相同的逐字原稿。第二种情况，虽然有比较高比例的文字替换，但改写的幅度仅限于同义或反义词的运用，而文中大部分的句子都还保留原本的句型结构，导致改写的幅度不足。要达到成功的改写，不只要调整用字或句型，我们会建议同学们采用一个更宏观的做法，先分析过本文的内容。 重整想法的顺序，并使用自己选择的句型与单字来进行。换句话说，这样才能避免剽窃的问题。关于改写的手法与技巧，我们会有其他的影片来跟大家做更详尽的解说。说了这么多沉重的内容，并不是要吓观众研究好难。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能帮你避免剽窃嫌疑的功能。在把文稿交出去以前，我们可以使用著作原创性检查服务。 Originality Check，也称为 OC，来检查你的原稿是否跟已发表的文献有内容雷同的现象。除了国际知名的 Turnitin 以外，在台大的系统就有 OC 可以使用。你可以从 My NTU 平台首页找到进入的途径。OC 使用的是 Identicate 的文件资料库，借由比对数以万计的论文资料与网络文件，系统会产出一份相似度报告来供使用者参考。 也会将文稿中有剽窃风险的句子 highlight 起来。善用 OC 研究发表人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当引用的风险。然而，这项功能平时并不会主动开放给学生使用。假如你不是教职员，但需要使用 OC 的功能，建议你可以与指导教授沟通，并请指导教授协助检查。当然，除了使用 t u r n i i n 或 OC 等功能以外，最基本的习惯也得养成。 就是在我们改写完外部引入的观点以后，把原文的出处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读者。在画面上的清单提供一些需要把来源标示清楚的情况，我们先逐一走过。Words or ideas presented in a magazine, book, newspaper, song, TV program, movie, web page, letter, or any other medium。当想法是源自于报纸、杂志、歌曲、电视节目、电影。 Information you gain through interviewing or conversing with another person. 當你的想法是藉由與他人對話或訪談獲得的情況。When you copy the exact words or a unique phrase. 當你把特定的片語或文字複製 When you reprint any diagrams, illustrations, charts, And pictures. 当你的著作里有重现他人制作的图表、插图、表格，甚至图片。When you reuse or repost any electronically available media, including images, audio, video, or other media, 当你转发任何能以电子方式呈现的多媒体资讯，包含图片或影音档案。总结来说，我们在撰写过程中使用的研究结果。 想法或是特定的措辞，只要这些不是自己原创的概念，我们就该标明概念的出处，以避免犯下剽窃的错误。但反过来说，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记录出处。如果报告的是自己生活中观察的经验、自己的见解、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影音、照片，从数据中推演出来的发现与结果，已被普世理解的都市传说、神话。 历史事件，甚至是尝试或原则时，那么则不必标明来源。接下来，我们看看避免 plagiarism 的策略。当你要借用其他学者的想法，可以使用作者的原话来进行直接引述，或是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换句话说，这我们称为间接引述。与此同时，也要记得随时更新你的 reference list。 每引入一条外部研究，就该立即把它纳入你自己的 reference list，以免疏漏。这很重要，因为通常在引用的当下，如果没有立即列入 reference list，那在最后整理时也很容易被忘掉。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画面上的图表。只要使用的不是自己原创的想法，都要记得提供引述资讯。我们来设想看看，你在写作时写下了一段想法。 你可以问自己，Are my own words being used？如果这段话是你自己的文字，那你可以再进一步问自己，Is it my idea？若是自己的想法，那恭喜，这完完全全是你的原创概念与想法，不需要标明任何出处资讯。如果这是你自己的文字，但想法不是你自己的，那表示你在改写别人的想法，请记得要加上资讯的文献出处。 我们来设想另外一个情境：你在写作时写下了一段想法，问自己：Are my own words being used？如果这段话不是你自己的文字，进一步问自己：Are you using quotation marks or placing it in the block quote？如果你有使用引号或把较长篇幅的引文特别区分出来，那表示你是在进行直接引述，只要记得加上文献出处即可。但如果你使用了别人的文字， 也没有加上引号，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剽窃行为，请记得把出处标示清楚。总结来说，只要你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则不需要额外提供想法或概念的出处，因为这是你原创的想法。但只要你是直接引述或间接改写他人的言论，那么就需要提供出处资讯，这样才能避免剽窃。 刚才我们介绍了 authorship 以及 plagiarism 的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research ethics 研究伦理的议题。Honesty，忠于原始数据以研究结果的内容进行报道，不为了利于自己的论点而妄下结论或捏造不实的数据。Objectivity，在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评论、同才互评等内容容易掺杂个人主观意见的情况下。 尽可能保持言论的客观性。Carefulness，在将文章发表出去以前，务必再三检查自己的文章是否有任何粗心所犯下的错。这些其实都可以透过 proofreading 或者是 peer review 的机制来帮助自己避免。Transparency，所有在研究过程中所牵涉到的细节，包含研究方法、数据采集的过程或途径。 甚至是数据的分析方式都应该要透明公开，以便他人理解研究的执行过程与真实性。Intellectual property，假如有意使用他人的智慧财产，包含尚未发表的数据或研究结果，务必要联系资料源持有者，并取得同意才可使用。Confidentiality。 基于研究过程会牵涉到其他单位的机密或受试者的个人隐私，在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资讯仅限于研究中参考使用，不得在研究以外的场合与任何人分享或讨论。Social responsibility，做研究的目的是秉持着帮助社会进步的初心，透过科学研究尽可能达到推进社会福祉或缓和社会问题的目标。 Non-discrimination，因为性别、种族、外貌、信仰，甚至是血型等要素，皆与研究团队或受试人的资料可信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学者应该要避免利用以上要素礼遇或贬低特定的人士或族群。Animal care，在研究过程中牵涉到其他生命个体时，务必尊重他们身为个体的生命安全。 谨慎设计实验过程，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与风险。Human subjects protection，诚如字面所言，研究者必须尊重受试者对于人身安全、隐私、自主性与尊严的基本需求，并尽己所能减少对任何人类受试者的伤害、风险与差别待遇。额外提醒一点，所有牵涉到人类受试者的实验，应该在受试者明确表达参与意愿的情况下。 才使用其提供的数据。假如说受试对象为儿童，请务必先取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方可接触受试对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过几个关于同意流程的重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透过同意书的途径来记录受试者的参与意愿。而同意书的设计也有一些诀窍。 原则上，同意书会以第二或第三人称代名词来撰写，并包含以下特征：使用白话文，避免术语，说明研究的大方向与流程，受试者同意分享资料的声明。接下来，我们可以参考 Consent Form 模板设计的原则。画面上所提供的清单是一个范例，根据同学们领域中的惯例与需求。 可以斟酌参考自己所需要涵盖的区域有哪一些。这里再跟大家补充一点关于牵涉人类受试者的研究伦理注意事项。法规目前已经超过一千条了，我们划分为九大类。第一类 General, applicable to most or all types of human subjects research。第二类 Drugs and devices。第三类 Clinical trial registries。 第四类, research injury. 第五类, social behavioral research. 第六类,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第七类, human biological materials. dule genetic. 第九类, embryo stem cells and cloning. in the authorship, checkers, research ethics, 现在到了最后一个区域，我们在提醒各位伙伴关于 research integrity 学术诚信的重要议题。Always strive to meet the above ethical guidelines. 学术伦理的规则虽多，不过保持诚信的精神，我们应警惕自己，尽可能满足以上要求。如果发现过程中有违背学术研究伦理的情况，请先调整步调与做法，再发表文章。 key takeaway The issues of authorship need to be very clearly and carefully thought through. Researchers must consider the ethical issues raised by their research, weigh the risks against the benefits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decisions. 研究行为会牵涉到他人的福祉，因此必须谨慎以对，并对自己研究中的行为决定付出全责。其实，针对学术伦理的探讨，如果同学想要钻研更多，画面上的清单为几个大家可以优先参考的网页。在台湾，许多研究与学术单位都有设立专业来提供学术伦理的细节资讯。今天的讲座已到达尾声。 希望各位同学与研究员有所收获，感谢各位的参与，祝大家研究成功，发表顺利，谢谢。